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在这部电影里面呢，我演的是嘉豪，然后很高兴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某些演员朋友们一起来工作，跟很喜欢的导演一起工作。嘉豪其实是比较偏你的角色，但是这个的角色呢，又不会说没有太立体的呈现，因为有的时候篇幅少的时候，就很难去交代一个角色这样子。基本上这是我第一次演类似的角色。哎，让你欠揍了啊！走，我报警啊！我现在是警察。光汉的角色在这里面骂脏话骂得蛮凶，我其实在对戏过程有点想看，太凶了。欠揍，再不走，我叫警察！我就是警察。加油，老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冠廷，我是演的是一个对真的警察，对，很开心啊，可以跟冠汉一起演，就是站在这个摇滚区第一排，对，尽收眼底，光汉的身体尽收眼底，背部那线条真的是不错，这样，对，啊，我的话就是可能对，要再努力一下，导演在跟他蕊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导演的肢体也是。蛮符合那个角色的，那光汉在裸奔上，我觉得他也是有把那个角色的样子坐在那个裸奔，因为我觉得裸奔很怕就是会被那个裸奔的那个，你知道裸奔你会很紧张，可能有时候那个角色会跑掉，没有穿衣服在跑步，会忘记角色。真的有吓到我，就是他完全就是不计形象的演出，丢掉以往光汉那种高冷的样子。非常的亲民，非常接地气。大家届时一定要进到电影院观看这部片。漂不漂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在这部电影里面呢，我演的是嘉豪，然后很高兴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某些演员朋友们一起来工作，跟很喜欢的导演一起工作。嘉豪其实是比较偏你的角色，但是这个的角色呢，又不会说没有太立体的呈现，因为有的时候篇幅少的时候，就很难去交代一个角色这样子。基本上这是我第一次演类似的角色。哎，让你欠揍了啊！走，我报警啊！我现在是警察。光汉的角色在这里面骂脏话骂得蛮凶，我其实在对戏过程有点想看，太凶了。欠揍，再不走，我叫警察！我就是警察。但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们跟导演之间的互动吧，因为导演有他想要的 tempo 跟节奏，然后对于我来说，我还蛮羡慕他们可以更长时间待在这个剧组去接收这个节奏，对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样的节奏是我还没有常常碰到的，我相信在这样的氛围下去拍喜剧，一定是很值得大家观众们期待的。